解读不像电影，没有画面，阅读不像音乐，没有声音，阅读像我自己具有想象的心。放在来古戏啊，咪带你咪欣赏何日君再来古安安呐啊，什么时候来到底古改印哈？啊都啊喏，那不是以九月，比多啊都，都希望啊喏咪带你以新北市艺文中心刚刚嘛哈拿来。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品玲，欢迎大家呢9月21到23到新北艺文中心来欣赏《不读书俱乐部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안녕하세요뮤지컬배우홍윤입니다저왕세자실종사건이9월14일부터16일까지뉴타이페이시티홀에서공연됩니다여러분들많은관람와주세요감사합니다欢迎来